一个是这样，猛，小心地下滑。刚才大家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啊，今天发生的事，在这个门口以外的人都不能知道啊。我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你不要再问我了，你再问我还是没事的，不要问。徘徊的人，彷徨的心，迷失在世之间。讨论你今天不回家，为了什么你不回家？